中秋节将至，彰化县政府于今天上午在县府中庭举办秋礼做公益商品联合行销记者会，以鼓励并提振县内九家生障机构团体及庇护工厂产品的买气。彰化县长王惠美、各位明代贵宾以及知名艺人台湾冰淇淋保庇天后王彩桦一同出席，共同推广这些由生障单位制作的中秋礼品。王惠美表示，中秋节即将来临，县内九家中秋公益礼品要来介绍给大家，送礼自用两相宜，希望来做爱心，还可以参加2024彰化只有购，也有机会中大奖。送礼做公益，我们玉我也买了，我也要买，哇！然后这一包是我要买的，然后另外这一包是 Alan 张佑成，我们丁大爷嘛，是贝贝，是吗？是，他一直也都我们一起都有在做公益。好，我们谢谢彩华，谢谢佑成，太好，全看到全千万的不会嘞。好，感谢啊。好，打个关，好不好？经费逐渐啊，所以呢，经费与需求量更大，那也欢迎大家自用送礼两箱礼之外，那另外是哦，改啊，这个采买的话，就是鼓励我们这些身障朋友，那一样哦，那你还可以有做爱心的一个这个啊部分啊，不盲从那里相信哦，啊，鼓励贝贝，哎。另外的话，我们又配合彰化公共活动，你只要再买这个500块钱，你就有一个抽奖的机会。那再加码一次哦，随便成两个抽奖的机会，就有机会可以得到500块的奖金哦。好，欢迎大家都在彰化都来采买。你呢这么的支持，而且这么的关怀跟照顾，那非常感恩县长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一起做公益。那这些呢，身障的朋友呢，他们都非常的用心，而且每做一个饼干。东西呢都是出自于他们非常努力去学来的，而且是都非常优质的产品，也希望呢大家吃到呢都很温暖，而且有那种幸福的滋味，希望大家呢共同的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支持，让他们呢可以呢为这个社会呢做更多的贡献。这样怪哦，阿姑妹都这个像咱哥哥采花节一样，忽然都笑了。谢谢。哦，那也有非常好的这个专业的一个素养喽。好，谢谢。彰化县政府王县长每年都非常重视我们县内庇护工厂团体的一个中秋礼盒推广。那今年我们爱家杯庇护工厂推出跟我们彰化县最享誉国际的陈美泉大师他的金奖画作免费提供，让我们用在我们整个咖啡的包装上，所以我们今年推出的是金奖咖啡礼盒。那希望每一位喜爱咖啡的朋友喝了金奖咖啡，你的生命都变成金奖哦。那再次谢谢社会大众对爱家杯的支持。喜乐圆满礼盒，它是蛋黄酥，里面有八入，里面有整颗的蛋黄，所以咸咸甜甜的，然后外皮很酥脆，就是非常美味，然后非常有中秋的 feel。欢迎大家跟喜乐订购，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订购。彰化人彰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